我到了，谢谢你天哥。不客气。嗯，我觉得你人挺好的，以后副驾驶这个位置可以只属于我一个人吗？行啊，以后拉别人美女的时候让他们坐后面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分手啊。你在说什么？不是，咱们俩也不小了，我需要的是婚姻，你什么也给不了我，咱俩怎么在一块儿啊？圆圆，你再给我点时间。我已经给过你时间了。圆圆，再给我点时间，很快了。对不起。咱们家马上要拆迁了。拆迁？我拿东西进去。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别难过了，我给你转10000块钱，何姨解忧，唯有暴富。不，何姨解忧，唯有暴你。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给弄个人来。买点什么？四大格的药吗？有，一半糖。怎么用啊这个药？那个上面有说明。干嘛呀你？要我这么一下是不是好点了？有病吧你！是我妈打嗝。啊。